家的，这个就真的不能讲了，这老祖先教的啦，这个就不能讲了。啊，研究可以研究这一包啦，独家的，哎，也是独家的啦，看得出来就不独家的哦，啊，应该也可以啦，没关系啦，哎，啊，很简单的，里面没放什么，很简单 ，Apple 苹果，苹果，最好的东西，洋葱，洋葱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好玩，大家一起玩啦！啊，味道的话，这是见仁见智啦。哎，闻到奇怪啊！啊，打到奇怪啊！真正，真正啊！完胜，完胜了、哦！职业级的，职业级的，完胜，职业级的啊！这个是要上机架，上机架要先，因为你嘛未使直接安尼烘啦，你是直接安尼烘吼。烤鸡讲实在啦，你上了以后，啊、哦，这个步骤其实也很重要，大家家里都有。嗯，盐嘛，盐，不是精盐嘛，精盐，一般的精盐。淡淡的一层，饱饱的就好。盐巴可以干，盐巴，可以去腥味。哦，少不了上一层薄盐，好，这样吃起来好吃啦，是真的。纯，我的颜色真的漂亮，颜色好看的，而且你的鸡真的很大，是很肥，很大啊、哦，不大不大，这鸡。还有就是那隧道，老师那个隧道，他们两个都被拍到了。那我们来，要来喽。我们来玩个又鲜又大，你看多脆的皮，你看。皮脆不脆？脆，漂亮。有没有脆？真的脆。好吧，八吧。现在要进行那个八鸡秀，好不好？八鸡秀。都是汤汁哦。汤很好用。你看，青菜，这个青菜汤，青菜汤来了。啊，姐姐呢？对啊，你有加下去吗？大家知道，经常大家哈、哦，就是不吃脖子。嗯，我们家这个烤鸡哈、哦，最好吃就是脖子，不吃的人吃看嘛。这个哈、哦，皮脆，这个哈、哦、肉哈、哦，你也看，嗯，这种肉哈、哦，比腿肉更加好吃。脖子就把它先扒开了。对啊，啊，我爱吃的人吼、哦，吃过脖子你就知道，足多人啊，真正我烤过的鸡，很多人都啊，我从不吃脖子，从不吃，可是一直说怎么这么好吃？嗯，熟悉的呀、啊。来玩个，这个扒鸡是不是有一个顺序，对不对？有。其实也还好啦，你看应该是有顺序。嗯，一剪就开了。不要看翅膀，好淡啊！你看，哇，你看，轻轻装的就脆脆的，你看，又香，很爽哎！哇，有没有闻到味道？有，很香很香。哇，最特别的就是里面这里，很特别，很简单，没什么，洋葱。苹果香，这是算秘方吗？这个人独创啦，这样公告，秘方在这里，秘方在这里啊、哦，自己可以去考、哦、去研究啦，秘方就在自己想办法啦，秘方就在这里啊，秘方就在这里，没有关系啊，这是 apple 啦 apple 苹果，不惊，再上简单啊，里面的酱料哈、哦，自己吃自己试啦，哦啊，秘方就在这一包，来看看我们的鸡肉。
哇，你看，我们这鸡肉，你看，哇，绝对不柴吧？嗯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不会柴。我们的鸡胸哦。你们晚上有一只。哎，侬今麦刚去购物台啊？呢？哎，今麦来购物台，哎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大的鸡还是一样熟啦哈，不熟啦哈。哇，我们的脆皮，你看。哇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鸡可烤出来，你看多简单，你看，哇，真的是爆浆呢，元气啦，元气烤鸡啦，我现在想吃就有得吃了，完全没有采用化学，不加一点化学，完全采中药的，嗯，对啊，你讲好。现在这个哈，只有天井吃得到，只有天井吃得到。对啦，要吃的记得一定要天井，对，按到位置才有。哎，啊，天井周边露营区哈，露营哦也可以啦，预定就好了啦，跟天井龙小姐预定就可以吃得到。要自取哦。哇，这是啦，安那鸟，安那鸟，安那鸟。